欢迎观众朋友继续来关心最新新闻。台湾选举政府协会已进入山区巡回顾健康，由嘉义人陆基北部的何奋行，结合着新港温素宝新瓦方政府理疗师来到水利的山区义诊，协助山区的民众理疗筋骨酸痛服务。因为有碍山区医疗不方便，全民会当立即核对政府，而且大家一定爱搁再来。台湾先期政府协会已进入嘉义山区巡回顾健康。嘉义县议员陈信文、梅山乡乡民代表吴明洲、社区理事长陈启源邀请政府团队来到梅山乡水利社区活动中心，为乡民实施义诊活动。由嘉义人李固北部的何信成结合着新港温世宝藏真生活坊政府理疗师来到水利山区义诊。我们今天由我们那个台湾身体整护协会，然后还有我们那个中华安心守护健康公益会来到我们山区巡回，帮助我们山区非常多的乡亲下去帮他们做很多我们的比如说传统技艺的推拿整护刀疗，这种对于我们乡亲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健康，不用让我们乡亲一路跑到山下甚至到遥远的嘉义市区去做这些看民俗疗法技艺放松身心灵的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活动。他也非常真的感谢地方也有我们的吴明洲代表，然后还有我们台湾宣旗这些义工大哥们大家无私的奉献。嘉义山区的医疗不方便，村民能在地立即获得政府一直讲，请大家一定爱搁再来。谢新雄、蔡明东、盖冠、蔡永博德，来现场最好朋友掌声！嘉义优先，启航日本。这家超市就是他的，我们的牛奶凤梨，这次叫做夏之雪，卖得非常好。牛奶凤梨特别难照顾，它是一在凤梨里面比较难养成的品种，在嘉义刚好在市中，所以牛奶凤梨变成嘉义非常重要的特有种的产品。台湾的农民很辛苦，我们把最好的水果带到日本来，希望大家喜欢。台湾嘉义 ，Pineapple， OK， it's good， ありがとう。美味しい、美味しい。まあこういうのを買って。お店のフルーツで出して、まあ、山口の人でもね味わっていただければなと思って。ではこのパイナップルを多く生産している嘉義県の知事大勝良さんにお話を伺い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尤其夏天把它冰一冰以后再吃更好吃。食べやすいです。またパインって繊維があるイメージだったんですけど全然繊維がなくて美味し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美味しい、食べてよ。